姐最讨厌的 OK 行为，你中标了吗？一个女生一上来就跟我说：“小姐，我跟你要卫生棉。”我们通常就会直接拿两片给她，她就跟我说：“够不要五片。”我猜测前面的学妹呢，她就怎么样都勾不起来。然后我就说：“怎么了？”学姐太紧了，座位上面的那个乘客，她说：“我就很尴尬。”然后她就说：“18岁不睡。